近日，有网友就扒出了陈乔恩参加综艺节目现场脱 bra 的视频。据悉，这是在他出道早期拍摄的。谁想到陈乔恩也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史。视频里的陈乔恩因为玩游戏输了，而被迫当众把自己的 bra 给脱掉。摆在桌上嘛 ，OK 吧？太久了，好难拍耶！出快点好不好？你出快点好不好？我出快点。你自然一点，我先去洗了。太拍了！啊！一个带钱。我真英俊。哦。哎，卡住了。没那么大话劲。我是女生就是好面子。哎，那不能。那不能怎么样？要不要帮忙？躲起来，三秒钟就要收起来了。好啦，先放着，先放在那边，先放着。虽然没有走光，但看到心中女神做出如此动作，网友直呼不忍直视。此外，陈乔恩的粉丝更是同情道：好可怜那乔恩，牺牲这么大。